但我们现在手上没有武器，这样，你们在这儿等我，我回趟龙城。 鬼子缴获的武器，我带你们去零号仓库，来，过来，去盛装备，走，快！队长，屋里没人，没人，肯定在这附近呢。队长，后面发现一条路，去看看。 都已经好几天了，冯姐和小米一点消息都没有。我们要不派人去找一下？不，现在出去去找，太盲目了，如同大海捞针。我相信以他们的能力，是能够处理好自己所面对的状况的。可他们和高飞肯定在一起啊，万一……老宋啊，不要胡乱猜忌。高飞帮我们夺回了这批物资，他的贡献大家有目共睹。 我们现在应该相信他。我现在担心的是，那么大一批物资总放在我们这里也不是办法，怎么把它运出去？是啊，路途太遥远，而且要过这么多关卡，这么大一批珠宝，挺扎眼的。能不能分成几批，一批一批往？ 不好，多运出一次就多一分危险，就多了一次被敌人发现的机会。再说解放区那边需要的是硬通货，就把这些珠宝原样运过去，一时半会儿也派不上用场。我看最好能在我们这边把它事先兑换成银元或者金条，这样解放区的同志就能直接使用了。那我们就先兑换，然后再运出去。谈何容易啊，这么多的东西。 非常容易引起卢定军的注意。我想，我可以让三娘试试。三娘因为娘家的关系，认识一些黑市上的朋友，他们专门帮国民党的高官洗黑钱。他们能量很大，经手的数目也十分惊人。最关键的是，由于涉及高官，没有人敢查他们。你说下去。 如果三娘出面和这些黑市上的人交易，就算卢定军得到了什么风声，他也不会往那批珠宝上想。哎，老何，我看这个办法倒是可以的。可是把珠宝交给这些人，可靠吗？绝对可靠，他们做这行都已经很多年了，没有出过任何事情。我看要不这样，咱们呢，先拿出一点点。 投石问路，安全了再说。好，不过一定要十分小心。卢定军在龙城经营多年，到处都是他的耳目，绝不能掉以轻心。柯书记，我们向您保证，我们肯定顺利完成任务。小心谨慎为上。是。 空手而归，司令，是我无能，我让您失望了。好了，你先下去吧。珠宝的事，你暂时别插手了。不，司令，你再给我一次机会，别再说了。这几天，你老老实实的等我的命令，一旦有高飞的消息，我要你能马上行动起来，明白吗？明白。起来。
司令，您找我。嗯，是。司水，你从现在开始着手，帮我调查一下珠宝的下落。 他不知道他自己是谁，你说这多好的海，练功都练傻了，太可怜了。你都知道什么？快点告诉我！不是你说你都不知道你自己是谁，我跟你说有什么用？ 奴は手から離すと。はい。奴をわざと時間を延ばそうとしているのでは。あいつはゴフィの助手、グレンを受けたスパイだ。京都の御門では何の経過も得られない。俺が会いに行ってやるか。 何か予感がする。ゴフェは我々の近くにいる。这儿就是。 你说什么？舍本？你说你这人，我刚才特想说你不来，现在我累了，不说了。你说的这些我都不感兴趣，说点别的。行，那我跟你说点实在的啊。你的兄弟，就这个，太糟践东西了。 好好一块黑布给我揪到扔地上了，你说你也不管教管教？还有，他刚问我说他是谁，你说他都不知道，我他妈上哪知道去啊？哎，你们日本人是不是记性特不好啊？八嘎！嗯。什么呀？还有个事儿。
我有关节炎，我这身体啊，我现在特别难受，这屋子太潮了。你最好赶紧给我换一屋，要不待会儿我身体受不了，我就什么都说不了了。你再拖延时间，等高飞来救你。在我扣动这个扳机之前，你最好能说点什么，好让我改变主意。他如果反抗，立即枪毙。是。他们不礼貌的行为，我向你道歉。其实你我应该坦诚相待，我只需要你回答我几个小小的问题，我不会为难你。像这种红白脸的事情我见多了，想让我开口，做梦。你先别着急拒绝我，像你这个年纪长得这么漂亮，其实是可以过另外一种生活的。如果这样，那实在是有些可惜呀。有这种心情，你还是替自己考虑一下吧，丧家犬。你现在的态度可不太明智啊，不过没关系，等你想好了我们再谈。阿基さん、クヤさん強情です。こうなると。どうであろうと、あいつ話せろ。はい、アキタさん、任務を全うします。怎么样？考虑好了吗？要不要我帮你开口啊？我考虑好了，我愿意和你们合作。愿意合作？我绑了这么久，手脚都麻了，能不能先帮我松开呀？现在不行。怎么那么不懂得怜香惜玉呀？我不是说了吗？愿意和你合作，我可以帮你解开。说个事儿，你们家什么部件？
高飞先生，没想到我们又见面了。迎接老朋友不用这么大排场吧？高飞先生大驾光临，那再大的排场那也是应该的。不过，既然要来，也该提前打个招呼。我也好备一些茶水呀。茶水就不用了，把我两个朋友还给我，我就感激不尽。 是金先生和灵儿小姐，对吧？您放心，他们现在正乐不思蜀呢。想要劫走他们也很简单，你只需要答应我一个小小的条件。钥匙是吧？高飞先生果然聪明。 那我要是不给呢？不给，那就只好委屈你和他们一起作伴了。那就看看你们有没有这个本事了。来！ 将軍、設置ができました。ご命令お待ちです。吉田、在路走口を守って、ここで今日に。はい。 上当了，高先生果然是料事如神呐！没错，这的确是我为你们准备的。秋田，你个老狐狸！哼哼，没有办法，你们太狡猾，我要不使一点手段，恐怕很难对付。怎么样？现在你人熟了吗？秋田兄，何出此言呢？ 这个房间是我专门为你们设计的，只要人进去了，就别再想出来。小班。
别费劲了，没用。是啊，这房间的四周，我都安放了燃烧弹，一分钟之后就会引爆。秀天兄，我死了，你永远都拿不到钥匙。必须承认，你的确是一个难缠的对手。但是比起打开军火库。 快跑！走，走。都没事吧？快抓秋天！走。 老大，都准备好了，起步！秋天不会空着手逃走的，在最后关头带走的东西。 一定是非常可怕的东西。可现在这儿已经完全被毁掉了，秋天会跑到哪儿呢？龙城。咱们回城。高兄弟，咱们就此别过吧。龙门主救命之恩，高飞一生不忘。如果有什么事儿需要我帮忙，随时找我。你们能让我一起打鬼子，这就让我感激不尽了。高兄弟，切勿多礼。青山常在。 后会有期。老大，你说这龙城这么大，咱上哪儿找秋天去啊？秋天现在就是一条丧家狗，没人帮他，他一定会露出马脚。 通知大家，最近盯死了，一旦发现他，马上通知我。
すぐに家員に連絡。やつに渡します。はい。大佐、家に連絡する段階に入ったのではないでしょうか。今の状況は楽観できん。二つの準備を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。我龙山居然隐藏着日本的基地。基地的规模很大，是日本人精心建造的，目的就是为了生产和制造细菌武器。真是没有想到啊，居然在我的眼皮子底下有这么大的一个基地，我居然都没有发觉，真是我失职啊！如果不是卢定军和日本人勾结，怎么可能在卧龙山下建造这么大的基地？不管怎么说，我们现在已经把它摧毁了。贺书记，您就不要再自责了。哎，你就不用安慰我了。无论如何，还是我对敌情估计不足。至于你们的杰出表现，我会向上级汇报，而我也会吸取教训，向上级做出深刻的检查。现在需要我们担心的是顺清王府地下军火库里面的东西。佟大哥的那一半钥匙，高飞已经交给我了。那一半钥匙放在你那儿，先替我保管。你在一线作战，一旦需要，就能派上用场。好，您放心吧。哎，对了，那批珠宝怎么样了？是不是已经运到延安了？我想先把他们在城里换成金条。在城里兑换，会不会走漏风声啊？少楼已经安排好了，他说找三娘去办这个事比较稳妥。那就好。我知道你会喜欢这里的景色，我也很喜欢。现在的季节，满山的野花，好像世外桃源。只是还有些日本人没有处理干净，有他们在，我们的日子就过不踏实。不过别担心，我答应你，一定把他们都赶走，绝对不让他们打扰咱们的世外桃源。我知道这没有那么容易，但是我必须这样做。我想你，特别想你。明天是你的生日，我又不能陪你过了。和你分开这么久，我时时刻刻都在想你，尤其是一个人的时候。但是我不能跟任何人说，更没有办法跟你爸爸说。你常问我爸爸在哪，为什么他不要你了。其实不是爸爸不想要你，是妈妈不知道怎么告诉你的爸爸，他有一个这么可爱的女儿。菲儿，你放心，任务马上就要完成了，妈妈很快就能见到你了。也许那个时候，你会见到爸爸。去重庆找到这个小女孩，好好看护，等我命令。是。到底带我去哪儿啊？到了你就知道了。是不是秋天有线索了？跟他没关系。小班，这么顺利拿到解药，多亏了你了。那你看看我这脑子。呀呀呀呀呀呀！你这个行为是对我智力的不满。那你说呢，二师兄？我看这条街上根本就没有人敢动。
动过，那全死这条街上了。是吗？去年那块就死过一个，今年就是那边。您哎，你就听这，那不，你干什么？古船玉镯低价出售。这这没钱。哎，兄弟，哎，你看有这么两位漂亮的姑娘陪着你，你这舍不得给人买点好东西，这太抠门了吧？你这。嗯，多少钱？十五。多少钱？这破玩意儿，你卖我15块钱？破玩意儿，这个是我祖传的，到我这都传了3代了。要不是遇到了特别的难处啊，我真舍不得拿出来卖。长这么大，还没有人送过我这么漂亮的东西，能看看，我已经很高兴了。给你吧，走吧。哎呀，这姑娘，哎，真是太可怜了。那什么，我买了，15块钱吧。给。谢谢小班。小班哥，小敏从来都没有见过这么好看的镯子。啊，是啊。如果我也能有一只这样的镯子的话，那我觉得我做梦都不相信了。啊。嗯。老板，你这不是一对儿吧？你这我也要了。好，30。不，刚才还15，现在就30，你敲诈我是不是？刚才世上只是一对儿，现在世上只有一只，那当然得3倍了。呀，30呢？那太贵了，小班哥，咱们走吧，这镯子我看看也就够了。走。30。够不够？30，我的。什么叫男人？这就是男人。谢谢小班哥。不客气。那我们走走吧，再逛逛，走吧。这还逛啊？小班哥，你是不是累了？不累。那走吧，走。倒是不累，我钱。还是小班哥最好了。骡子大减价了啊！5块钱3个，10块钱8个了啊！大减价，大减价，快来看看来！等会儿。大减价，大减价，快来看看来！钱，兄弟，多少钱？不，淡定。你看啊，花几十块钱买真镯子那是男人。但是能花几十块钱买假镯子，那是男人中的极品。你看，千金难买笑容是谁呀？金小班，还你那破镯子！不是，这喂，我也不要了。不是，哎！哎，干嘛呀？你看楼上那人，是上次袭击你的那个日本人证。你干嘛去？没看他正在见什么人吗？他走了，我们等等再看。这样，我从前面，你们俩从后面堵着。好，走走。我是那警察爸，对不起。警察爸，滚！哎，不是，我看你是想非礼我呢。
想怎么非礼我啊？不，我没这意思。你就想非礼我？我说了，我不想非礼，他听不明白啊。我说我没这意思。不非礼你进，你进来干什么？你不非礼我？我没说流氓，不是我。这个臭流氓绝对不能轻饶了他。流氓！我也是臭流氓。到了，哟，这么丰盛啊！今天不是你生日啊？跟你分开之后，有一个人在我的生命当中很重要。不是因为他，我可能活不到今天。我知道。你知道？我是说，将来有一天得好好感谢这个人。哦，我明白了，你是说今天是那个人的生日，对吗？那得好好的庆祝一下，是吧？你为什么不问我，他是男的还是女的？不管是男的还是女的，他都是我们的恩人，都是我们生命中最重要的人，得好好谢谢他。